演你妈了个臭美女。就因为你。阿然，季雷，哎，你好好反思吧。反省，反省。我没事，虽然你自己。听到了。还买了十二支呢，我那时候是十一支。就介绍一下。PK 了，决斗了。我跟他说了，我跟他说了好几次了。是记忆打的，拍你马呀！禁止非正常拍。好，这样的。行，你为啥他为什么老穿个浮夸呢？又帅又甜，多金的真多金。哎，他这真多金！2019中国女孩最想嫁的人，我不想，我想啊！干嘛呀？不要乱拍哦！砰砰砰，心动张开眼睛，捉急的浪漫。在他默写单词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害怕他，我每次都偷偷看盖板这个梗呀，然后他就特别爱阻拦我。对的，那个时候我就在这边，我坐在这边。那个时候就是我薛瑞坐我旁边，薛瑞在下面全写的东西，然后那个陆东琪说你翻开来给我看看，老师哟，我不要，哎呀，陆东琪真可怕。你知道他的名字填什么？填蔡二傻，要不要被他妈发现？那你们小区里不就一个姓蔡的吗？刚才他送的人姓你就是宋二傻的，宋二傻啊，行，随便你。什么我送过来，这谁的本子？彩呢？对的，我一看这个字就看不像这两位的。哎，看这是我的字，大家请参考一下，这是我的区别。真的字丑的吧，像个看我都哭了。十亿中国人都哭了。彩呢？那你是个人啊你啊？对面你干嘛？妈的，是个人。一个草根菜怎么就没有起来吗？但是谢薇和那个 Andrew 不也是的吗？可怜死了，这我真的在被窝里待不下去了。我妈说你出去就走漏风，我妈说躺下去，过来打你了，继续睡啊，太急。走一遍秀啊，既然你提出来那就走吧。我帮你走一下。环湖雀跃，芭蕉的眼神。一层花哪个不会说？一层花哪个会说？这一层花哪个会说？哈哈哈哈哈！上海话听不懂，温州人说话像日语一样。南京就是。他们哪？韩国男团跳舞穿不穿衣服？穿，不穿了两件套了吗？穿了跟没穿一样，别看了。哎呦喂！经典片段来了哦，老公。